那怎么拿到奖品呢？就现在报名页面已经有贴上去，就是可以参加这种有关开放国会或开放立法的专案。那你只要下午有报告，那应该不会超过三个吧，那就可以拿到 T 恤。那如果这些资料你都还是不会用的话，怎么办呢？那你可以 Google 议员投票指南，第一个哈进来以后，然后帮忙，就是因为我这里面有需要民众帮忙协作的部分，比如说你可以找提案，然后比如说现在今天台北市这边是。这边是内湖南港的话，假设你的选区是这边，你可以先从这边开始找，就是这个提案开始找，或是比如说这个之前这个垃圾不分蓝绿这个是从哪里来的？其实是从这个提案。选。好，那没关系，先随便找一个。好，不管那，反正等一下有问题可以来找我。那个衣服就长这样子，很低调吧？就不是怕大家不敢穿嘛？对，其实就是我不讲话应该看不到是什么字，就是你要跟别人很近的时候才看得到是什么字，所以不用害怕。那背后就是只有一个那个 mark 而已，然后有今天有带。今天我忘了带 size， 就我只有带 S 啊、M 啊、L 跟 SL， 然后还有 size， 还有 XS 我忘了带。然后为什么做黑色呢？像我养一只猫，我就还可以在那个印这个猫的图案上去做。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拿猫，然后我今天没带，你可以跟我预定哦，这个有限量的。哦，进来了，那。进到那个提案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那个自己去加标签了。那我是用 Facebook 登录，那有什么使用上问题可以再来问我。好，然后等一下还有那个进传媒的嘛，他们的应该已经有释出资料了，在网络上，所以你们大家都可以用。然后你只要下午有报告就可以拿到 T 恤，谢谢。